哦，不行，小扑，不行，小波，太危险了，我可不希望你们受伤哦。电风扇我待会自己擦就好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啦？是小波害的啦，他刚刚在拉椅子。小兵也拉了椅子啊，还有小波也是。你们不要吵了，椅子怎么坏掉的这并不重要，我只希望没有人受伤就好了。我没事，谢谢你不跟我们计较。但是椅子坏了该怎么办呢？雪莉，我们可以修理。我们，对呀，我们可以。交换跟新的就好了。要多长？这么长。了解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来拿好吧。哇，大小刚刚喂，等等，拿好。这一缸太长了啦，我们要这样的长度。来，看到没？这个长度才对。不然两个都拿吧。好主意啊，我们走走走走。哇，我找到大小一样的椅子脚了。不对，是我。我的这个椅子脚才是对的啦。这个才是对的，拿去。拿去。看到了吧，刚刚好。小溪。用我的试试看。好吧。小B。我的椅子脚才是对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对不起哦，雪莉，我们拿到的椅子脚好像大小都不对。没关系，小 B，我可以做一个新的啊。有了。给你。好漂亮的花盆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这个真是我想要的东西。
它让房子变得更漂亮了。还有，如果下面有一张椅子让它垫着的话，可能会更好看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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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